台湾宿竹旱灾共勉。迅速下雨，水库水源充足，也愿众生今年共业，天灾人祸、战争迅速消解，重转轻，大化小，小化无。愿众生人心清明，善根增长。23号星期一的清晨，北部地区响起阵阵打雷声，随后下起大雨，轰轰巨响，就连气象局人员也印象深刻。大概在今天大家上班之前，大概6点到7点左右，正好台北市上空有一部容易伴随有一些闪电或者是打雷的情况。当时这里的气候变化大，气温不稳定，加上台湾北部上空有一道云雨带，让落雷不断降下来。在清晨前后，大家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对流云系通过，所以可能很多人都有听到一些打雷的声音。定的是会不会因此为台湾多带点雨量？我们预计今天到明天会有一波比较明显的雨势进来，那雨势比较大的区域会是在苗栗以北、宜兰地区，还有基隆北海岸，另外就是在台中跟南投的山区。预报员强调，雷击出现的区域都是云雨带比较密集的部位，所以都会伴随降雨。这一次的降雨会一直持续到星期三，虽然天气不稳定，但如果能疏解北部水库旱象，也算是好消息。中央新闻林毅、谢世凡在台报道。哦，来。